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进入这个《太上感应篇》的学习。我们上一节课学习了老和尚祈福消灾之道的序文。尤其老和尚呢，在末后引了我们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的教诲，说到因果者，事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就是善巧方便的我们教导众生不能太高了，教人以善，勿过高从基础因果报应他懂得了，他就会断恶修善的他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了。能够虽然不能断见思烦恼但能所有善根熏心回向不再造新殃也能往生极乐，了脱生死轮回。所以我们都要应机来护念众生。我们看到印光祖师给我们的表演。他是一代高僧，可是他印最多的经典了，是《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汇编，这也是我们要一起学习的内容，还有《安世全书》，那是印祖老人家对这个时代的观机，善巧方便。应机说法，不然，假如着了一个佛教的相，哎呦，这三本都不是纯佛经啊，干嘛不教纯佛经呢？那佛陀49年所说一切经教啊。从世上没有离开因果那佛讲因果不知道讲了多少，但是他是善在很多经典里面一有机缘，佛就强调这个因果。但是呢，这三本呢，专讲因果，很集中就像《太上感应篇》，哪些是善，哪些是恶。条目列得很清楚，大众好受持，包含《了凡四训》，了解命运诸位同道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一个人说我就喜欢命不好？我想没这样的人，都想要命好，但他不一定知道怎么。把命变所以知道改造命运的道理他就很愿意去做了。还有《安世全书》其实《安世全书》一开始讲的就是文昌帝君阴字文，整个他的注解每一句的理有开解。还有很多历史当中真实的事件，跟《太上感应篇》一样，有理有事再来这个万善先知就是戒杀生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以救人命的功德非常非常大。
那损害人命啊，哦，那个罪过就滔天了。那我们听到几年前的数字啊，一年堕胎啊，有登记的可能超过5000万呢。哦，这个是近代啊最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古代这种现象很少啊，杀生很严重了啊，结果。众生啊，动物是虎毒不食子啊，结果现在人类可能啊放纵欲望了，哎，轻易啊杀害自己的骨肉了，哦，那这个在佛经里面都是地狱罪报所以明白因果的人不会跟人对立。很容易生怜悯心，啊，因为了解因果，有前后缘了，啊，他现在这个行为那么恶劣，这铁定要到三恶道，甚至铁定是要到地狱报到了。哇，那地狱一下去，不容易出来了，哦，而且那个受苦是没有间断的。啊，我们相信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啊，佛讲的阿罗汉啊，能看他的前世看到自己在地狱受苦，他光想到那个情境啊，流血汗。想都能流血汗呢、啊，那真的在那里受罪，那没有办法形容了。哦，就像《地藏经》里面，光目女问她死去又来投胎的母亲，是她婢女生的孩子，问她地狱的景象啊，不忍说了，太痛苦了，想去想那个情景都不愿意了。所以我们相信有地狱啊，不愿意再堕地狱啊，自然我们就精进勇猛了。啊，若念地狱之苦啊，则精进自身呢。啊，这个是《劝发菩提心文》里面的一句祖师啊，显安大师啊，对我们的劝勉。啊，黄念老还说。三途一堕5000劫呀、啊，这三恶道再下去呀、啊，要再出来很久了。哦，所以我们修学之人呢，要下决心啊，不能再轮回了。啊，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这个已办就是生死轮回之事办好了，不再搞了。哦，老和尚说搞烦了，不能再搞了。诸位仁者，大家搞烦了没有？啊，真正看破这个轮回，啊，三界无安呢、啊，犹如火灾呀、啊，众苦皆迫老和尚说了，搞烦了，不想再搞了。哦，那我们要咬紧牙关呢、啊，哎，不能轻易再动轮回心而造轮回业了。哦，这个修行的警觉性要提起来了。菩萨畏因呢，起了个轮回因，他就会请我们去受轮回报哦。所以警觉性要在念头处哦。
不只是言行啊，那更粗了。哦，所以三十系内有很多教诲很重要啊。啊，其中一段，啊，今天早上跟一些同学聊了另一句，啊，便就今朝成佛句，乐邦化足以贤耻。现在的人好像一听到文言文啊，还没去想他的意思，就有点头发懵啊。这是心理作用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啊，后来这个心结啊被老和尚打开啊，老和尚说：“我们中华老祖先是最爱护后代的啊，这个文言文是汉字全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啊！你懂文言文，可以跟5000年，可以跟孔子直接学习，这真的是最伟大的发明。”其他的民族是表音文字啊，文言文是表意文字的，啊，而且语言跟文字分开，哦，所以写文章都是文言文，你只要懂，可以跟几千年的古圣先贤学习了，哦，那西方是表音文字的。哦，所以他怎么说话就怎么写。那语言30年一个小变化，300年就大变化。所以现在西方人看得懂莎士比亚写的东西的，可能是专业人士才看得懂。哦，所以这个是超越时空的啊工具，哦，打开5000年智慧的钥匙。哦，我当时听完就觉得很惭愧嘛。哦，老祖宗的宝贝，我把它放到垃圾桶里面去了，这太对不起老祖先了啊！哦，还滴了几滴眼泪哦，这是忏悔的眼泪。啊，后来再看呢，哎，觉得挺亲切的，突然体会到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因为我觉得太难了，看到它就害怕了。啊，现在一转，哎呀，这老祖宗的慈悲呀，我要珍惜呀，转成珍惜的心念，哎，它看起来亲切了。哦，所以佛这句话有味道，一切法从心想生，不干别人的事，也不干境界的事情。哦，那为什么要提这个文言文呢？啊，因为我们汇编都是文言文写的，哦，所以我们首先要觉得它是老祖宗的慈悲啊，哎，你再看它就很亲切了。哦，那这中峰禅师啊讲遍救今朝成佛去，乐邦化足以贤耻。哦，我怕听的同修啊，一听到文言文，头都有点懵啊，我就翻成白话啊。我翻的白话还比较更通俗一点啊，就是你今天就往生极乐世界了，今朝就是今日嘛啊。乐邦化祖是阿弥陀佛，以贤耻啊，他看到你第一眼就说：“傻孩子，你为什么？”今天才来，哦，不忍心我们枉受一天轮回苦，哦，那这些经典的义理啊，我们善于去观察，就能多体会到这些义理，哦，像承德就有留心啊，自己所认识的。一些同修啊，他们父母啊，老人要往生了，都是生了重病，还有求生的念头啊，
哦，那可能拖得比较久。可是只要呢，他觉得病太重医疗很难了，他一下决心，求生净土，没有超过7天的。哦，那承德这个观察，是让自己呀，更体会到阿弥陀佛的心，大慈父不忍心这个孩子多受苦。净土三资粮，第一个是信呢。你对阿弥陀佛丝毫怀疑都没有。而且觉得他48愿为我发的，我不能辜负他。这个信就生了，愿就切了，不能辜负啊！要求生净土。要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呢，这样不容易留恋世间。我们的脑子每天在想明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你躺下去还在想明天要做什么。假如刚好那一天命中啊，一定随着这个意识啊去投胎了，又在世间忙了。非常具体啊，这么慈悲的老师啊，我们得依教奉行哦。老和尚说办事真心去办，办完了放下，佛号提起来，然后每一天躺在床上练习，要走了，阿弥陀佛来接了。来观想阿弥陀佛要来接了，念着佛，假如睡着了，隔天打开眼睛，还活着，那又是最后一天，这样不容易留恋世间，这些做法很重要啊。其实说实在的，你每天都当最后一天呢，你的心比较清净。因为人呢，常常想事啊，常常烦心会变成一种习惯的状态。你常常烦心，你真的能很安定的去处理事吗？所以老和尚这些教导跟我们做事业是分不开的啊。佛法很重要，很管用啊！因为这颗心会用在念佛上，也会用在办事上，都是同一颗心哦。你的心的状态越好，你事就办得越圆满。哦，比方说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念佛了。”哦，那这个有点危险哦。你越不念佛，妄念越多，杂念纷飞呀，你思虑能够安定缜密吗？所以呢，黄念祖老居士说道，要把念佛摆第一啊，这个太精辟了。我们做任何事都是用这一颗心去做。我们不念佛，就不安定，处理事啊都会有副作用，都在恶性循环，所以人都觉得哎呀，怎么那么累啊？怎么那么多事啊？都没有想到根本问题就是心不定，心定得要习定啊，念佛就是最好的习定。那当然，我们不能念佛的时候才练定哦。平常的时候，这个妄想纷飞，平常的时候心烦意乱，非常急躁。那你平常是这个状态，你说你一念佛就静下来，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哦，所以印祖说：“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啊，平常就念头就不能纷乱。哦，祖师这些教诲啊，都很具体哦，都很精辟哦。谁有福报？谁依教奉行了，谁就有大福报了，啊，就会做得了主哦。那佛号越来越提得起来，妄念越来越少，慢慢就做得了主了。哦，那另外一句三十七念说的，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这句话我们用心体会，看看是不是祖师讲的很正确哦。哎，我们不念佛，起什么念？都是世间的事，就是轮回心造轮回，所以念头啊。不可以轻动哦，这修行人对念头的警觉性啊，要非常的高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因哦，就会感未来的果好像法华经里面讲啊，人入于塔庙。这个啊，念一句“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他念一生就是一个种子啊，这个是一个故事典故啊。哦，有一个人要出家，哦，然后佛他抓住机会教育啊，旁边都是证大阿罗汉的弟子啊。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出家的善根呢？哇，看好长啊，几劫了。看看他没有善根，不能成家，不能出家哦。结果佛说了，他在久远劫前呢，是樵夫啊，被老虎追啊，跳到。树上逃命啊！念了一句“南无佛”，哇！你看这个种子哦，经过这么久了，哎，成熟了，所以他可以出家，后来也有正果。所以你散乱心念一句佛啊，都可以成为成佛的种子哦。我们现在。至诚恳切念佛啊，焉有不能往生的道理哦？所以我们的因果要理解到念头上。所以我们看《太上感应篇》说的，幕后讲到，不兴起于善。起念头啊，善虽未为啊，而吉神已随之。你看一念的作用啊，你起一个善念，你还没去做啊，就感召吉神来护你哦，或兴起于恶，但恶还没有做啊。凶神已经感召来了，哇！这念头的力量，我们真清楚了，不敢乱动念头了。用心皆明定业，你起个念头就是个种子了，这消不掉的，人迁来报啊！哎呀，这些教诲来得太晚了，20多岁才遇到，25岁了，
小时候这胡思乱想一堆，中了很多恶因呢。所以圣教是自爱，自爱具体表现在哪？顾念自己的心念。哦，因为这个心是根本。哇，你看我们念佛的人，哎，这一颗。这一声佛号，用心念的，阿弥陀佛，请25大菩萨随护其人，这个魔不能干扰。我自己也是，以前的记忆也有被，我被其他空间的众生压。讲鬼好像有点恐怖我们要跟不同空间维次相处被压了，好像也没刻意学了佛有在念佛了，没有这种情况在发生。所以我一看一念，感25菩萨随护我们了，不会有。磨恼了，所以这个俗话也说的，这个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离去。好，那刚刚提到应主。他重视的三本书，你看《安世全书》里面，先是这个文昌帝君阴之文，再来是万善先知，所以让孩子从小爱惜生命，爱惜动物，不知道少造多少业呀。圣教呢，很重视防微杜渐，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你从小让他爱护生命，他终身不会改。小时候没有扎这个根，这个社会风气很难抵挡得了。所以，作为老师，我们从事这个幼儿园呢，小学教育。其实这个对孩子一生的影响特别深远。我自己人生走过来，这种因果故事像这个伤害生命得恶报我相信我看了，我一定会信。我自己感觉我会信，我不会排斥这些教诲因为小时候人家送我这些善书我都很高兴但是都没读就不爱读书看到寺院都会进去拜拜，这都没有遇到有人跟我说法这个还是自己过去生法布施做得不够。所以这个法缘来得晚但是，一接触呢，儒释道教的东西没有起怀疑的心所以听到老和尚说"总在遇缘不同"，对这个缘字啊，自己是25岁，这么大年纪了才学造的业不说染上的坏习惯就。不知道要几十年才能把它调伏掉现在看到，从小教的孩子
胎教教的孩子，一看眉清目秀的，哇，这打从内心高兴啊！哎呀，国家民族有希望了。那天跟四个胎教的孩子在一起啊，我牵着那个8岁的孩子，啊，他问我法师啊，你在课程里面讲三思不忘语，舌头可以舔到鼻尖，我说对呀，这也是佛说的。这孩子马上舔给我看，我马上就舔到他的鼻尖了。当然，在他面前，我不能太赞叹他，把他的慢心调动起来，不行了，所以不要太激动啊，你看这孩子他能有胎教，这都是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他的母亲说了，他们刚好这马来西亚国教是6年嘛。他们也有到学校去啊，同学们看这些漫画书啊，他们看了就不愿意看，觉得没意思，这叫不相应。看到书，这个古圣先生的书就很高兴，看一天都高兴。所以这个。时节因缘很重要啊！我们要掌握自己的时节因缘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人生的意义啊，就是自爱爱人，自觉觉他，自利利他，好好爱护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这因缘，我这一生一定要去做佛。庄生于千古圣贤，佛菩萨之列，不愿为随波逐浪之人要加入阿弥陀佛俱乐部，清净海会众菩萨的俱乐部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这个刚好有这个大众发来讯息问，哪里有办胎教班呢？这个班我上不了。我缺乏经验这个得我得修个福报请转法轮，请佛住世众生有感诸位菩萨可以应，你们有经验的，这个不止一个人问我了，所以我得修一点福报因为我的这个简。这个增重计划已经失败很多年，因为福报不够，所以要赶紧来修福这个普贤行修福快，我们相信有一个圣贤人培养出来都可以教化一番我，所以我们祖先说的。蒙以养正圣功也。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天下之安危，女人家操之一大半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胎教的孩子，对于印主这个话体会更深。他从胎教，他有免疫力呀，他能分辨是非呀。这个《安世全书》万善先知啊，再来是欲海回狂，讲的都是戒邪淫的这些理事。
啊，最后是西方直指，啊，你所有的行善呢，不能求世间果报，要所有善根熏心回向，愿生我国啊，愿生极乐世界。啊，我们有求今世跟来世的果报啊，所做一切就翻转成轮回的福报了。大家注意哦，福报不一定在三善道下。哦，这一点我们要慎重。啊，我之前啊到香港，啊老和尚晚年啊在香港弘法，我们在那个山顶花园散步啊。有时候会看到，啊，那个都是算是香港以外国度的人，啊，去做女佣，啊，牵着主人的狗啊，伺候这只狗。啊，我看那每一只狗啊，那个皮啊，不是不是毛啊，哦，那剪得很漂亮啊。哦，还听说去做 SPA 的。还一个人伺候他，我看台湾的官员呢，都自己开车的啊，没人伺候的，哇！你看他的级别啊，比当官的还强了，他的福报啊，但不一定在人道下，所以修行人呢，不享福。警觉性高，福报留在临终，没有障碍。啊、哦，所以大乘法印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断恶修善。第三句很重要，自净其意，清净心，无求的心。啊，你求福报，你所做的功德全转成轮回。福报而已。对，所有善根熏心回向，不求果报，都是导归极乐世界。这个是安世全书。好，所以印主给我们表演，表演什么？不着相。你看这个佛，这个经典。不着经典的相，啊，为什么不推佛经啊？啊，又是着相，哦，所以波罗讲了22年了，核心就是应无所住啊，《金刚经》是波罗的精华所以我不着相啊，啊，是我们修行的重点。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一着相就很容易生烦恼。啊，比方我出家了啊，哎，为什么不推佛门的经啊？啊，那我着在这个佛经的相上了，着在我的这个本位上面了，这都是着相哦。佛的经教就是让我们离一切相。你看祖师这些做法也是离相的，哎，他无助，因为无助啊，他心地清净，他能应机，他一观察，哎，现在众生根性到哪，所以他才推这三，主要这三本书印最多啊，这都在表演给我们看哦。啊，那李炳南老师也是。重视因果教育，好，那老和尚也都是承接这个法脉，好，老和尚看我们的根基啊，又比不上上一两代人了，推出《弟子规》哦，你看前一两代，你在乡镇里面，
你不孝顺父母啊，你很难立足啊。到哪人家瞧不起你啊？你看到我们这一代要找孝子不容易找了。哦，所以这个老和尚为什么要推《弟子规》？入则孝啊，第一件大事了。法没有定法，要应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应祖的话。因果者，事出世间圣人呢，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这大权就是善巧啊，方便，应机度众生。好，那应祖说了，若欲挽回世道人心啊，舍提倡因果报应。好，你在弘护正法，可是你没有教因果报应啊。啊，纵令这个弘法的人，啊，他的学士道德、神通智慧与圣贤佛菩萨都相齐呀，也很难帮助众生，度脱众生，亦无如之何已啊！何况啊，我们还没有到学士道德、神通智慧那么高，那更没有办法教化众生了。好，那我们进入啊这个汇编的教导，我们翻到《太上感应篇》注讲正案汇编卷一啊第一页啊，太上至尊之称。这个是对至尊的称呼。啊，这个，我看我们呢，还是尽量白话一点。这个文言文的部分啊，承德有讲过46集吧。啊，那对英国汉学院的同学呀。啊，念文言文念得多一点，哦，我们看着这个汇编的书，但是我们用白话给他过一下哦，这个太上呢是至尊的称呼啊，这是称赞上天。啊，来树立教化的功人，啊，这称天，称赞上天，上天有好生之德，啊，来教化百姓们，叫树立教化的功人，是揭示人呢，啊，对此事啊，要以慎重的态度，哦，因为。这个上天啊，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所以要以很慎重的态度啊，哎，不可以随随便便啊，这个啊，万夫就是太随便了。那个感应呢？啊，这个感呢，就好像种植种子一样，啊，这用比喻了，啊，用比喻我们好体会了。应呢，好像开花结果一样的，啊，应如花果，好，用感应这两个字啊，作为篇名，啊，这一篇教诲的篇名啊。啊，为有感必应，亦随感随应，彰天道好还之理了。啊，彰显天道好还。哦，那俗云啊，俗话说的啊，种花得瓜，种豆得豆。啊，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
没有离开因缘果这个真相。啊，那这个就是说明啊，啊，这个也是老子的教诲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天理啊，比喻天理像个网，很广大浩瀚，好像很稀疏啊，哎，但却一点都没有遗漏。那这个太上呢，一般也是指啊，太上老君。好，所以这个都是指啊，感应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都是在展现因果的感应之理。好，那接下来呢，就很简略的啊，把整篇教诲啊做一个概略的介绍。好，那我们还有啊，老和尚讲《太上感应篇》的科会，这个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可以来依这个来讲解那里面提到，通篇以首四句提纲，前面四句呀，提纲挈领已经将全篇的真意包括了。然后往下都是在启发说明了这四句。好，我们看到这个科会讲啊，甲一是总纲。好，那下来就是这四句啊，前两句是感应之理啊，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之招。”好，这是理的部分。都是自己招感的乙二呢是报应之事，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也是具体啊，比喻善恶报应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的。那接下来讲到了，所以从天地有思过之神开始，到先须必知啊！这一段是在统合说明了神明纠察人间善恶的缜密。以及啊，对行恶者啊，惩罚的严厉。首先开启人类啊，敬畏的晨星，这是我们看到市井啊，甲二这个科会里面，而且提到了天神三司神、灶神，这个善恶间纠察非常缜密。接下来啊，第三大段呢，甲三呢，从是道则敬啊，到当立三百善这一段，是在说明啊，为善可以招来福报。从苟祸非义而动到殃及子孙这一段，是说明为恶会招致灾祸的报应。再来，往下又在这个横取人才，还有这个枉杀人者这两方面，特别以严重的口气来说明，是因看到这两方面造这样的恶是非常重大的恶，又特别在强调不能犯这样的错，从夫心起于善，到凶神以随之，那这几句呢，
更进一步啊，推论到起念的出处，就是所有善恶最开始就是念头。这个念头处啊，神明已经开始在鉴察了。我那个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即神已随之。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这起念的开端呢，这个汇编中讲到的伏击祸胎，就是念头处，就是不报的基础，灾祸的原胎，就是开头了。所以因在最初，这念头处啊，就要戒慎恐惧，分辨清楚。念头一不对呀，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赶快转念。已有成形恶事。自转祸为福。这一段呢，其实是在劝勉我们不要因为从前曾经有过罪过而自暴自弃。如果真的能由心改过向善，那么转祸为福啊，实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太困难。岂有成形恶志，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我曾经遇过一个同修啊，他说他第一次念《太上感应篇》，他说念到为恶这一块啊，他几乎没有一条不犯的。我听到他这么讲，我说你还活在这个世间呢，是你祖宗的德才祸，你要感谢你的祖宗啊，你做了那么多坏事，还没有福报完全折掉了，因为路尽人亡，没福气了就麻烦了。那我们这个世间呢，偏离老祖宗教诲好几代人了。难怪朱子之家格言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你不学经典，只有随波逐流的份了，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那以上这些道理，都是太上老君开示的主要宗旨。所谓的祸福没有一项不是自己去求来的。以此相应前面所说的为人自招，都是自己感召来的。那经文最后总结的地方。以这个与世行，即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3年天必降之福。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奉行此篇教诲，积累这个功德的这个格律就这些原理原则。那这结语是鼓励加冕要好好去做。最后一句，胡不勉而行之这个是太上老君，等于是
很慈悲恳切啊，所以免这一字实在是改过迁善的重要要诀啊，诀窍在这里了，好，那一再的叮咛啊，这个意义是很深远啊，又很恳切的哦，儒释道的圣人都很慈悲啊，都在成就自己哦。好，那这个免字啊，要勉励我们，鼓励我们。啊，印主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这个免字啊，也是可能同时提醒我们，一开始会比较不容易啊，时而勉强啊，你慢慢做，慢慢做。哎，越做啊，越欢喜，因为跟我们自信相应嘛，哦，都有一个深处转熟的过程，好，所以要明理了，勉强自己啊，积极的去断恶修善，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哎，我们也可以感受感受啊。古人这个分析呀，就让我们体会到因果教育的迫切性。我们越体会迫切了，我们越会使出浑身解数，把因果教育融到我们教学里面了。你知道它重要了，你再怎么辛苦啊，你都会想办法。世道不古啊！啊，这句话我们应该常听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哦，不过这一句话要想，首先照自己啊。好，我们不能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哦，我们自己没做好啊，要讲别人，别人不服的。哦，这个就是人心哦。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我们有这个优点了，有这个善行了，啊，你容易去啊带动别人。啊，我无诸己是我没有这个缺点了，你好去护念劝勉别人。哦，比方说。你自己脾气大，去劝别人说，你好好改脾气啊！啊，对方说，你50步还笑我100步啊，反效果啊！哦，而且你无知己的，你没有这个缺点了，你还要宽以待人。哦，你看你严以律己啊，又很包容别人，人家感动啊。佩服啊！啊，所以善根呢，不是我们去要求别人把它要求出来的，啊，不是用我的善，哎，你看我做的比你好，把人家逼出来了，不是的，是你做到让他感动了，哦，你这么严以律己的，然后对他又没有苛责，人之初性本善。他善根就自然就流出来了，啊，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啊，但恐诚心未至，啊，最近遇到不少我们陈氏的后代啊，这是大顺的后代，啊，了凡四训说顺在雷者，啊，他在治理雷者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都在争夺，啊，舜王的心啊，恻然哀之。哎，别人都做次了，他不止没有生气啊，怜悯。啊，我们刚刚说有前后眼，啊，他继续争夺，那以后要到三恶道报道了，怜悯众生造恶，啊，而且是自己让，以身教来带动。
啊，那舜王这样的，又有地位又有德行，他都用身教带动，更何况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虽然是佛弟子啊，可是我们要行菩萨道，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老和尚说：“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反省就是开始觉悟，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觉悟了，发现自己过失，立刻就要痛改，改正自己过失，叫真修行。”家人不能认同我们了，那还是我们做的可能有不够的地方。家人是我们的依靠，随着我们正报短。了凡先生了不起，看到舜王的表演，举了这个历史典故，然后提醒我们在末法时期怎么处事啊？勿以己之长盖人，你不要以你的长处啊。去炫耀人或者去要求别人，勿以己之善行人，勿以己之多能你行了很多善事了，或者你特别有哪些才能呢？然后去压到别人，你看这个汇编里面都有这些故事，你看欧阳修。古文观止啊，好多篇他的文章啊，那古人能有一篇进去不简单了、啊。古文观止，欧阳修好几篇朋友来找他，从来不谈文章，哎，他文章写得太好了，都谈什么？哎，谈怎么办政治，他们都是当官的嘛，都谈自己比较弱的地方。哎，蔡襄哦，讲到我们的祖先了，这个人一心爱民啊，都会跟天地鬼神起感应。这个蔡襄在惠安一带当官呢，建那个惠安桥啊，几百年的桥哦，你看我们现在建个桥啊，二三十年就。就要修很多地方啊，他几百年还在哦，而且他做桥的时候啊，那个河会涨上来啊，离海太近了会涨，祭河神呢、海神呢、不涨潮哎，你看这怎么解释啊？那诚心就感通天地神奇了，才把那个桥盖起来。他办政治很强啊，朋友来找他了，哎，都谈文章因为他文章比较弱，不炫己长啊，这一些不只是跟人相处，跟自己家里的人相处，为什么会感觉有隔阂甚至。常常会不愉快，跟《了凡四训》这几句话有关，以己之长盖人，己之善行人，己之多能困人，去压到别人。比方说你是当爸爸的，这个儿子读书小学生考卷拿回来。这数学那么简单啊，你怎么考这么低呀？你的数学比较强啊，你儿子来做你儿子，他不一定数学强，但是可能他的美术比你强啊，特点不一样啊。可是我们会很习惯的用自己的长处去要求别人，就造成父子失和，兄弟亲人之间失和。
哎，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哎，家里这些问题啊，到底原因在哪？啊，这个驯俗仪规，老和尚说，这个五种仪规啊，跟群书这要分量平等平等啊，这几部书很重要啊。这些人情事理不懂哦，你家里要和和都难，家和才能万事兴哦。哦，跟大家分析过了，为什么都疼那个最小的？啊，因为最小的，最，他后面没有弟弟妹妹了吗？所以他的可爱的面容就留在父母的心里面了。所以父母会偏心啊，你当儿女的换另外一个角度也能理解，但是你当父母就要谨慎了，不能产生这些问题。不然，孩子的内心会受影响。啊，今天我还念我爷爷的恩啊，啊，我爷爷没有偏心我啊，我犯错了都是他老人家先喊，对我们母亲说：“你不打我打了哦。”哎，不然我是很特别容易变败家子的，我会被宠的啊。啊，所以今天能跟大家交流交流传统文化。还要很感谢我爷爷，哎，所以我们能见面真不容易啊！哦，缺了我生命中的爸爸妈妈、爷爷，那就不行哦，没有老和尚更不行了。哦，所以这里一开始就世道不古了，世间道德规范远远不如古人。人心交离人心就指我们说人情味相互的这种情感呢，很薄弱了，比较刻薄了。哎，礼教不能劝化，大家读着每一句啊，没有感觉，哎，这是我们的现况。在哪里最明显？都市里面，有时候乡间经济还没有那么发展呢，人这种物质的欲求没有那么强，还比较淳朴，但是大家想一想，现在在大都市人口占多少啊？超过一半了，在都市化的情况比较普遍呢。礼教不能劝化。你现在谈礼仪教化，可能人家还反感，说你这个都是落伍的东西了。哦，所以先做给人家哦，不要先讲，他却感受到了，你在后来才告诉他，哎，这个就是礼教啊，因为你尊重他，他没有不高兴的嘛。刑罚不能制止，你看现在法律也定的也是比较严格，但犯罪率没有下降啊。人生难得啊，中华儿女难当哦。但是你看现在都没有办法劝化了。那假如沉沦了，那老祖先看了都流眼泪了。所以，为感应恶智啊，可以动其从善去恶之良心呢。现在要靠感因果感应这个道理啊，引动人类啊去恶从善的良心。好，这个接下来分析了，人呢他不怕王法的惩罚，但是。还没有连鬼神都不怕的，他夜阑人静了，听到点奇怪的声音了，他还是会害怕的，王法或许还可以利用势力的关系，或者运用一些技巧的手段脱罪了，
世间治不了他的罪了。哎，可是这个鬼神呢？哎，可是不能被富贵来买通的哦。啊，我好像没有留一个故事啊。哦，黑白无常被谁买通了？没有吧？哎，哦，或者呢？哦，你看这里用的"富贵幽暗"，你看文言文好不好啊？好哎。因为它一个字里面就很有味道了。你看"幽”，啊，"幽"就是阴间了。哦，哎，"隐"，哇，你躲到很这个阴暗隐秘的地方，你还是逃不了啊，不可能逃过一劫的。啊，我们以前印象也很深。哦，你说一群人到加拿大去旅游，哇，不小心整个车翻到山下去了。你这个因果，你跑再远躲不了。哦，这个台湾呢，曾经有一个事件，啊，我想可能还有很多同修有印象。这个台中好像是威尔康餐厅是吧？火烧啊，速度很快啊，一两分钟啊，速度非常快，整个餐厅烧掉了。你好像死亡人数达60个人，有抱在怀里的孩子。都走了，哎，有人怎么样了？约好了，哎，临时车子坏了，没赶上。有的本来，哎，临时被人家叫进去了，这很难解释了。哎，结果刚好我有一个机缘，听到一个朋友，哦，那。这个是他的朋友是当事人，这个他的朋友啊，这个在高雄，结果呢，他的女朋友啊在台中，他不是每天通电话，结果呢，那一天。他女朋友就去世了，当天做梦到她男朋友梦里啊，说我已经死我们呢、前世啊，这一群人呢、打火抢劫，刚好这一世啊，这一批人全聚在一起了，一把火果报现前。所以是刚好，这个当事人的女朋友就葬身在火海里，然后又托梦给他，才，哎，真的这个世间都有因果的，这因果通三世啊，所以这个你不可能说你躲到哪里，多远呐，多阴暗呢，也躲不过的。哦，所以在此篇的序文中说到了，善良的人听闻此篇呢，就越能劝发向善之心。他越积极想去行善，不必等到啊有人加以奖赏才去做。造恶的人，他看到这一篇教诲了，自觉不安，不敢去造恶了。这个比刑法来惩罚还有效果了。哦，所以下面说的这一篇教诲啊，不但可以
啊，这个服役圣典，圣典是指，啊，这个佛教经典的教化，啊，然后也可以辅助王化，就是辅助天子领导人治理国家，就是儒释道是相互配合的，一般治理天下以儒家为主，但是也要有道家的这个。因果教育啊，佛家的这个啊修心教诲，好，这个我们呢，先来讲个故事。哎，我们翻到第八页。啊，你看民河间。啊，杨守业，啊，这个河间在山东河间县，啊，他每天呢诵读感应篇，啊，到60岁啊还没有子女，啊，在明神宗啊万历6年，哎，突然生病死亡，啊，之后又活了过来，然后跟家里的人说了。啊，我到了这个阴间呢，见到一个官吏，啊，拿着一本簿子点名，啊，他说我啊，命中无子，然后因为呢很有恒心啊，念诵诵感应篇，啊，这恒心还是很重要哦，啊，因为我们不持续念呢。这些教诲，在境界中不容易提起来。哦，所以老和尚都勉励我们扎三根哦，可以用三根呢来做功过格。啊，那13页道经就10条。啊，每天对照《弟子规》感应篇，啊，有犯的，啊，赶快忏悔，啊，警觉性越来越高，不能再犯。啊，老和尚说忏悔是后不再造。哦，哎，有做到的，哎，更加勉励自己，做得更好。哦，而且随着持续的诵读，啊，这些经文呢，随文入观呢，啊，也会转变我们的心念啊。好，所以。你因为恒诵感应篇，当真禄寿，啊，那就应当啊，可以增加福禄和寿命，啊，而且还赐给他一个儿子，明年呢，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哦，而且哦，还给他养老送终啊，哦，而且他的儿子还登第当官。大家看哦，他转变了他的命运呢、啊，他整个后代都变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哦，本来是断子绝孙的命哦，啊，现在整个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跟后代分不开，所以这个孝字很有人生的义理、哲理啊、哦。所以上一代是老，下一代子分不开。啊，孔子给我们做表演，那他后代2500多年受他庇荫了。啊，佛家说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哦。我们跟祖先有没有分开？没有哦。啊，有一个孝子叫徐一鹏哦。啊，这个人生的乐啊，首先第一就是父子有亲，终身保持。所以他父母子女连心都保持着，所以他在外教书啊，突然感觉很不舒服啊，一定父母有事，赶快
最快的速度赶回家。啊，结果呢，赶路的过程在山上啊遇到老虎了。哦，但是那种孝心很真切呀。哦，求这个老虎啊，我一定父母有事啊，哦，可能命中欠你一条命啊，可不可以给我行个方便呢？那老虎让路了，因为老虎也有佛性啊，诚能感通了。我来回到家，果然他父亲已经弥留了，不省人事。后来他回来了，父亲也醒了。父亲说：“我刚刚好像到了阴间呢，看到一个穿红袍的人，啊，也是拿着簿子。”然后说啊，你本来命到了，啊，你的儿子很孝顺呐，连老虎都给他让路啊，所以这个上帝啊，延你12年寿命，哦，所以我们跟父母啊，祖先也分不开哦。好，啊，这个是。词颂啊，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啊。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个下一个故事，是我们第一句经文。太上曰：“啊，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好。我们看这个23页，啊，这一句是祸福啊，没有一定的门路，啊，是为人的心呢，自己感召的。啊，这个23页这个例子呢，是宋朝啊灵源禅师啊对伊川先生这个是陈怡啊，这个都是大儒啊，说到了，哎，祸能生福，福能生祸，哦，所以这个祸福没有固定的啊。随时能转变的哦。哎，老子说"祸福相倚"呀。哎，我们来看这一段，就能体会得更深了。因为呢，他处在危险的时候，啊，他很恳切的要求安呢，安全呢。我说切于失安呢。啊，会提醒自己要真切的思考，如何转危为安呢？啊，深于求理的，深深的反复在这个真理上推敲了。啊，那尤其啊，他是能保持啊敬畏谨慎的态度，啊，所得来的结果，啊，因为他这个啊，本来是他的这个祸。要现钱，可是他的心态啊，很戒慎恐惧，这祸中啊有福了。那福能生祸啊，好，那这里关键就在了，处在安定的时候往往不知不觉。放纵欲念，然后让自己的骄傲的心态啊无所节制，啊，尤其大多数的人呢，都会有轻浮疏忽、欺侮傲慢
啊，这些态度啊、行为出来，那福就变成祸了。其实，在我们这个快速经济发展，对吧？富二代、官二代都很明显这个情况了。哦，所以祸福无门哦，没有一定的门路。为人自招。好，我们看下一段啊，这个是东岳大帝啊的教诲。这个行善如春园之草，春天时花园的草啊，肉眼看不出它在长大，但每天都有增长。所以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之长，日有所增。所以古人都用这个比喻让我们感受啊。为恶呢，如磨刀之石。那块磨刀石好像不见其损，可是你隔个1礼拜2礼拜，差很多了。所以这个祸福的转移呀，还是暗中在进行的。所以迷惘的人啊，他不敏锐，无法察觉得到。其实我们敏锐一点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小的时候，比方说撒了一个谎了，心有没有变？这真的敏锐一点了，感觉心上有个东西了。所以这个孟子说人生有三乐，这个还是很精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我们再翻到30页这一个例子啊，也是。很有味道啊！真空室，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汇编是道家编的哈？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哈。你看我举的例子，好多佛门高僧啊。所以这一部书很可爱啊，儒释道都融在一起了。那刚刚是你看大儒请教高僧，所以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好像这一段文，我们就关照自己的念头是在感召福还是祸啊？有一个和尚说了，这个凡人的妄想啊，现象都不一样。或追忆数十年前，过去数十年的事，有荣耀。有受禄，有恩情，有仇恨。我们现在随文入关啊，看看自己心上有没有这些东西啊，有悲欢离合，及种种啊闲杂的事情，这些都是过去的妄想。我认识一个英国的老人家，70岁啊，我跟他交谈的时候，他奇怪。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啊？我都70岁了，我以前也有一些愉快的事啊，可是我现在怎么净想那些不欢喜的事？所以老和尚说，不要把垃圾放在自己纯净纯善的心中。你都念恩呢，你很快乐，你觉得你很有福气，而且你很想去报恩。报恩的人生呢，每天都很充实的。大家注意哦，我们读这一段跟《金刚经》对照，过去心不可得。你看，这些都是过去的妄想。有些人呢，或事到眼前了，你可以啊，
顺应就好了嘛。啊，我们说用心如镜啊，镜来不聚啊，镜去不留啊。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境界来，境界走嘛。但是却呢，反而心生畏惧和止步不前，产生犹豫不解的现象，这个是现在的妄想。啊，或有些人期待来日的荣华富贵，子孙的绵延发达，所以这个有孙子的小心了啊。好，一些不一定可以成功的事，或者计划一些不一定可以得到的事，这些都是未来的妄想。所以这三种妄想，有时在心中升起，有时消灭，这个都叫妄心啊，幻心。要很清楚照见这些妄想。随着念头啊，斩断这些妄念，这个就叫觉了，觉心了。好，哎，所以古人说"不患念起啊，只患觉迟啊。"啊，所以此心若同太虚啊，不要放那么多过去、现在、未来烦恼，心包太虚啊，念着佛，回向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那这个烦恼就没有地方着脚了，哦，所以烦恼分这三种啊，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今天一刀斩断啊，我们做一个没有烦恼的人，每天笑口常开啊，为人演说，好，啊，今天啊先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